是苗栗苑里哦，一年一度的盛事鬼门关夜市就在农历7月29号热闹登场，吸引了超过400摊进驻。这来自全台湾的游客呢，也都慕名来朝圣。再加上昨天又是礼拜天假日，现场人潮大爆满。鸡翅肉排在石板上加热滋滋作响，还有炸弹葱油饼、胡椒甜辣酱，简单调味，等不及蛋黄在嘴里爆浆的口感，想得到的各式夜市美食，走一趟苗栗苑里统统找得到。但身边同行的人手可得要牵好了，不然这炸出来的人潮小心一下就走散。人超级多，一年一度鬼门关夜市苗栗苑里登场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鬼门关前夕才会举办的限定夜市，超过400个摊位前来摆摊，加上今年刚好遇上新七天假期，人潮盛况空前。哦，超难走的，超级挤，然后刚刚停车也很难停，热闹啊，人很多，走路有没有觉得有点困难啊？对啊，走不动。第二次来这个鬼门关夜市，一年比一年热闹。快闪夜市从下午2点开始摆，一路到晚上11点，下午茶、晚餐到宵夜时段全包办。越晚人潮越是挤爆，摊商们每个忙得满身是汗，等着晚上收摊，荷包满满。今年觉得怎样子？还不错。跟往年比起来，人会比较多啊？人哦，多很多。生意就比平常好2-3倍。那你从哪边过来这边买的？我们是从高雄。高雄路。对，对啊。我觉得来尝鲜尝鲜啊。鬼门关夜市一年就只有这一场，错过了就得等明年。当地年度盛事，大啖小吃美食，热闹非凡。记者苗栗综合报道。